我是受害者，我是林林，我现在在市民运动场，我在打网球。刚才不能说话，直接去报道。林林，好，范伯君，伯君有来吗？对对。哦，你是伯君啊？好。好，伯君。那你们先去后面那边选一支球拍，你们去旁边选一支球拍，选一把宝剑。比较小的，你对今年生体难，我建议拿那个这个不错，先拿这个啊，你先拿这个小的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比较重。姐姐，你要拿蓝色还是？那回去一点。这周呢，他们是你的教练，后面也帮忙。这个是云龙姐姐，然后。那我拿头发的时候，你今天要换左脚的吗？要换左脚的吗？了解了，对了，很好，跳准，很好。下一个，外面开很。OK， 跟我换一下。不错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很好。对，开很好，非常好。非常好，喂，不错，很好，乱了就慢慢跳，对，慢慢来。哦，不要跳，快，慢慢。哎，不敢笑，你衣服是不是穿反？你看一下他衣服是不是穿反？穿反。蓝色是吧？变化种。不要在那边开玩笑，他就是绿色的，是吧？哎呀，下一个，从旁边这样左脚，左脚先哦，这样进去出来，左脚先，好，来，金贵，左脚先，来，金贵，好，来，金贵，好，来，金贵，好，来，金贵，一只脚一只脚来，那你穿的要跟没穿同款。好，开始，左脚右脚，对，然后出来，然后换下一个，对，这样很好。然后我们请这个带我们示范一下，好，啊，对了，很好，错脚了，左脚先，对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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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棒。左脚先，很好，好，彩云，欢迎。哇，你慢慢，不要着急。有没有看到？跟这大哥哥一样。左脚进去，很好。哦，不要着急。左脚进去，是吧？对，开始吧。左脚先，对。哇，下一个厉害。很好。对，左脚先。对，妹妹很棒哦，对，左脚先，对了，很准，非常好，很好，左脚，对了，左脚，非常好，
很好，左脚先对了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很好，左脚很好，对，很好。哎，不错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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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礼拜好多了。很好，皮卡丘，很好，左脚先。很好，左脚对了。右脚先，右脚先，右脚先。请问会不会累？好累哦，好累。进去出来好像一种节奏的样子。对呀、啊，来来，额头擦一下。啊，太累了。可是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嗯、我自己变的。第二阶段 Go。直接夹这样子啊，要这样吧，这样子，这个要直的，直的，直的。额头擦汗。
额头这里。你今天参加的是什么？网球。快没水。等下再水再给你。认真上课。你要认真上课哦。迷你宝宝卡，还可以吗？第一次学网球，对不对？对。零零嘛，好 ，OK。你的球拍，然后去找那个教练。直接你拿球拍。哪一支球拍？你要哪一只手？你要哪一只手？按照刚刚那个跑脚步的，比较高一点跑在这边，小一点在这边。好球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好。想到高尔夫球，真的吗？可以。我们第二个排这里，排这个，一次一个，不要超过这个，对。很好，非常好。再次。对，很好。好球，不错哦，非常好，拿到球，自己试试看。刚刚教练说什么？右手在上面还是下面？对了，很好。
转身，差一点，可以哦。八点，对，非常好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待会你一下，很好。捡球，捡球！进去捡球，一点球，非常好，一点球。啊？啊，捡球啊！小妈咪，要看水水。嗯。他录水水。他录水水啊。喝水，喝水。小鹿大水水。要喝水时间了，对不对？我越来越厉害，那教练都说我很棒。球是要用中间这边打，不是歪歪的，对，要直的打，对吧？来吧，口擦擦，口擦一擦。放水。头擦一擦，小欧，头擦一擦。慢慢来，抓节奏。好球！
做得好。都是跳舞的。对。哎呀，可以再一个。你要不要学网球？不要，为什么？我试试看。要不要。你知道顺序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你有设计过对不对？对吗？你是有设计过。姐姐水都喝光了，额头擦一擦，额头。姐姐，你这样回去会不会就睡午觉了？不会，不会，我不睡午觉。你不睡午觉了？姐姐已经跑来这里吹点风了，对不对？你是跑来这里吹电风了？嗯。好，快吃完来集合。来集合，集合。先排开了，这几件。我要看。我打开，不要碰到其他人。好，再开一点。好。好，放下，因为这边很不好的耶。好放下。OK。好，可以放下。你做脚步，第一个。如果我说一不能跑，二也不能跑。
三，可以好。二，一，一，三。别猜，零零对，轻轻松松，慢跑，慢跑，围了三个球场跑两圈，对。超过他多跑。通知，要记得留言和分享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